说到这个过年期间，家家户户都爱搭上新春联，秋夏春联哦，说比印刷的较有人情味。因此，鹿港镇建和社区连续22年，伫咧过年之前，拢会邀请书法老师来修写春联，并且免费送予里面，让每一户拢会当搭上上届特殊、充满喜气的新年贺书。六日现场是鹿港金凤里社区活动中心，为着要提前予社区乡亲感受到年节气氛，特别邀请书法名家共同写大字，举办挥毫送春联活动。是咱金凤社区新春挥毫举办的活动，这个活动呢，嘛已经迈入22个年头，是由咱第一个蔡宗元一开始来自掏腰包来推动，然后变嘛有咱店长啊加黄俊元议员，因来甲咱斗三工协助经费。我这个活动呢，我都继续来甲延续举办落去。这个活动主要就是要让咱金凤里的里民，大家家家户户有一个喜气洋洋过新年的气氛。这个活动按里长蔡宗元开始举办到现在，已经办了超过20年。乡亲热情响应，纷纷前来排队收储春联。春会后，那么自25年来，拢是咱社区发展协会。要来接手的，进前呢，咱镇长甲议员呢，吴志源议员，拢是非常的协助来帮助咱社区完成这个工作，让咱金凤社区呢，会当呢，每户气象非常的欢喜，而且呢，家家户户，大家拢过着快乐的、平安的这个过年。那么我伫这嘛，感谢社区。各位李干事同仁的协助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阖家平安。书法家也因应民众的需求，写下各种的吉祥歌，让民众欢喜将春联扎登去厝。透过挥毫送春联活动，也让民众感受到满满的过年气氛。台中华新闻林桂英，鹿港采访报道。